Addition will now play cello, suite number 1 in G major, with prelude by Johann Sebastian Bach. 巴哈大提琴伴奏乐曲创作于1717年至1723年，本曲为第一号前奏曲，优美旋律、紧凑的对位与和声都凸显了它独特的内涵。本曲也是最常为人熟悉与演奏的曲子。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林彦真同学带来的表演。 接下来是林佩妮同学所带来的琵琶独奏《火把节之夜》。本曲由吴俊生创作于1979年，《火把节》是彝族人民传统的节日之一。《火把节之夜》刻画了彝族奇异而神秘的生活场景，使琵琶这民族乐器在与音乐真实而凄美的融合中，散发出一种崭新而真挚的人文情怀，给人的审美精神注入了生动唯美的体验。 现在让我们掌声欢迎林佩妮同学所带来的表演。
谢谢佩仪同学的精彩演出。接下来是张宇飞同学所带来的邦迪独奏《金蛇狂舞》。本首歌作曲者为聂耳，该乐曲经常在民间喜庆节日里演奏。乐曲的旋律昂扬，热情洋溢，锣鼓铿锵有力，渲染了节日的欢腾气氛。此曲现已成为民乐演出中最受观众欢迎与熟悉的保留曲目之一。现在，让我们掌声欢迎张宇飞同学所带来的演出。Thank you for your performances. Performing next on piano, Claude Debussy's Arabesque, number 2, is Paul. 钢琴曲两首阿拉贝斯克也被翻译成两首华丽曲。此曲以跳跃式的轻快节奏贯穿全曲，各种不同长度的乐句编组在一起，轻快的音符以及和弦的断奏，使此曲有轻快的风貌。现在，让我们掌声欢迎黄奇威同学带来的演出。Thank you.
performance. Next, we have Mia playing Carmen, Fantasy on Themes from Bizet's Carmen, for flute and piano by Francis Bourne. 此曲主题来自法国作曲家比才于1874年所创作的歌剧作品《卡门》，是一部为人所熟知的歌剧作品，描述热情奔放、吉普赛女子为了自由、爱情和鼓声、角色性格鲜明且强烈。卡门幻想曲举行歌剧中通俗且受欢迎的片段，如《哈巴奈拉舞曲》《吉普赛之歌》，动咏式之歌来强调长笛演奏时的技巧，使曲风 更加的生动。现在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曾品轩同学带来演出。